列王记下第三章一节，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，阿哈的儿约兰在撒玛利亚即位，做以色列王十二年。伊行耶和华眼中看做歹的事，总是无亲像伊的父母所做的，因为拄起伊的老爸所做巴力的挑衅，总是伊去掉尼拔的囝亚罗波安。和以色列人含在罪内的迄号罪，总无离开。四节，摩押王米沙饲真侪羊，当年用十万只羊的毛，甲十万只甘绵羊的毛，甲以色列王进贡。阿合死了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六节，迄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，点算以色列众人，起身的时。找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，讲摩押王背叛我，你肯甲我去攻击摩押吗？伊讲我肯上去，你我无分彼此，我的百姓就是你的百姓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一样。约兰讲，咱要对对一条路上去呢？回答讲，对伊东旷野的路上去。九节。以色列王甲犹大王甲以东王拢三角上去，行势七日的路程，军队甲所带精神无水通啉。以色列王讲：惨啊！耶和华召集咱这三个王，是要交伫摩押人的手。十一节，约沙法讲：这敢毋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咱通托伊求问耶和华。以色列王的一个奴仆回答讲。这有撒法的子伊利沙，就是前服侍伊利亚的。约撒法讲，伊要有耶和华的话。以色列王甲约撒法甲伊东王拢落去见伊。十三节，伊利沙对以色列王讲：我教你什么干涉，通去问你的老爸的先知，甲你的老母的先知。以色列王对伊讲：唔通安尼讲。耶和华召集阮这三个王，是要交伫摩押人的手。十四节，以利沙讲：我既所侍奉应生万军的耶和华来救抓，我若毋是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正面，就毋插你，毋看你。十五节，现在恁得甲我找一个弹琴的来。弹琴的时，耶和华的灵就降伫以利沙的身上，伊就讲。耶和华安尼讲，恁都伫这个山谷片片开交，因为耶和华安尼讲，恁虽然无看见风，无看见雨，这个山谷水要满满，予恁甲众生有水通啉。十八节，伫耶和华眼中，这要算作小夸事，伊也要用摩押人交伫恁的手，恁要攻破一切经过的城，甲水的城。错达将好的树，砍掉一切的水泉，用石头打翻一切的火铲。隔日早起，约伫献祭的时，有水对以东的路来，遍地就有水满满。二节，摩押众人听见这三个王上来，要甲因交战。今日会拿武器的人，无论老少年，尽拢聚集徛伫边界。隔日早起，日照伫水里。摩押人起来，看起对面的水红亲像火，就讲这是火啊！的确是三个王互相攻击，拢灭亡。摩押人啊，咱现在来抢夺财物啦！二四节，摩押人到以色列的营，以色列人就起来攻击因，地到因伫以色列人一面前逃走，以色列人去追杀摩押人，直杀入摩押的境内。拆毁摩押的城，达人迄少吞没一切好的田，砍掉一切水泉，错达种好的树，只存了结甲合绿色的石墙。献照的兵伫四围攻击迄个城。二六节，摩押王看起交战的势面真大，抵得袂掉，就带领七百亚多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伊东王遐，却是袂下。就将迄个应该刷接伊做王的大件，伫城顶献做烧祭。以色列人拄着耶和华的大生气，三个王就离开摩押王，倒去本国。